大家好，我是大林。刚才带俺闺女赶紧去了，顺便给她买点面包吃，还拼着吃面包。这是咱大姑的车子，还来了。啊。咱奶奶回来了。咱奶奶屋来了。走，快点，快！管咱奶奶该出去了，终于半个月了。给你开门，走。赶紧去了，面包买的，给你来先吃面包。咱家大姑妈住几晚？住几？几了？哎，没出去过。啊对。见不见？你这肥了，吃胖了，饿吗？吃了吧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这肥了，你原来也肥得多，是吧？没啥，没啥。咱几个人？咱家不是两个人？你那个看谁呀？那个。上街去买几个菜去，走，哎，咱还没见了新大姑这个，好，新大姑这个吧，这好便宜，走走，欢迎那个豆腐，欢迎朋友们，光，光转着豆腐姐，他这生意太好了，他得排队，排了半天，那好了，走，回家，大姑，刚才那东西上街去了，后来没看见，你上哪去了？哎呀，好好好。你走，你也走着呗。好好好。我上地找着菜，俺走吧。好好。我也上吧。我上菜市。有吗？有，俺明天俩小嘞。哎，这有一个。咦，还得论论。这样吧。走吧，回家炖你去。妈，你别弄了。我弄你一天大锅碗去吧，我弄锅碗。你说，你可行了，我大锅轻易的不来，你一天大锅碗去。我弄去吧，去吧。这个鸡还是自然喂这个鸡，这啥的？好多。我叫热鸡搁地锅里炖。花花多好，花花，花花，算好了，别来，别那小葫芦，你别弄那小葫芦，我呀，太小了吧，不好看，羊看，羊看上画，看上字儿的可好，这个葫芦炖鸡炖好了，来，快盛饭吃饭了，再见吧，妈，妈。这鸡炖嘞，好了还不赖嘞，走我回家。对呀，不赖，非常不赖，好的很。哎呀，嗯，白味。啊，看咱仨种的葫芦，种了个炖汤鸡汤，好喝吧？好喝，好喝。给恁吃饭，来，好好。